兄姐妹早安，今天早上让我们用一颗渴慕的心来呼求我们的主，好叫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神的同在，也经历神丰盛的大爱。天父，我呼求你来恢复我们的心，让为父的心意转向他们所爱的儿女，吸引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，来医治恢复我们，开启你的儿女，经历你的大爱，你的爱，我的心何等渴望你恢复这属于你的时代，在这里就如同在天上。父，我们呼求你，天父，我呼求你来恢复我们，这是我们的敬拜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渴望看见你的国降临在这地，主，我们也渴望看见你的国来医治我们的心，来医治我们的土地，我们看见更新，看见恢复。主，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一切的敬拜都能荣耀你的名。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愿你的国降临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启示录8:3-5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，站在祭坛旁边，有许多香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。
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，倒在地上，随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一同升到天上，然后倒在地上，随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，众圣徒的祷告是可以升到天上。我在说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相信当我们真正同心合意，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可以升到天上的，这样的祷告是神看为宝贵的，这样的祷告是在宝座前，在金香炉，而且在金坛的里面。而当我们看见这盛满这个香的金香炉，也就是众圣徒的祷告，当这个祷告倒在地上，就有雷风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雷风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代表所带来在地上的一个影响力，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力量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在神面前看见，透过神在天上所带下来，以至于看见在地上就产生极大的影响。有一些时候我们祷告好像升不上去，我们的祷告非常的沉闷，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祷告好像就好像升到天上，就好像没有下文，我们也不相信会有下文。求主恩待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所祷告，我们众圣徒的祷告，教会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是会升到天上的，是会产生影响力的，会产生有一些结果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初代的教会，当他们同心合一恒切的祷告，他们一起在那里祷告，他们同心合一祷告一天，祷告十天，我们看见那个祷告就升到天上。而我们看见那个升到天上，在马可楼那个升到天上的那一个祷告，当倒下来，也就是五旬节就降临，就有很大的声音，甚至和我们看见好像有一些地震一样。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地震，使徒行传里面大部分的地震都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，而那个带来在地的一个震动，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跟影响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，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同心合意的祷告？为什么这个世代最大的需要就是众圣徒同心合意的祷告？而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要做极大的工作。我们看到摩西、亚伦、户尔，当他们同心合意在山上举手祷告，我们看见那个祷告就升到天上，那个盛满香的金香炉在神的宝座面前，而我们看见那个坛上的火当倒下来的时候，倒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就在下面打胜仗。所以在这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相信，让我们要有信心祷告，而且要有信心相信神会垂听祷告。有些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非常的迫切的祷告，甚至火热的祷告。当雅各在使徒行传里面，雅各被杀了，后来当彼得被抓了，他们教会在那里切切的在那里为彼得祷告，因为他们听到彼得第二天要被处死刑，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。但是当神就在那里让我们看见，神就让监狱的门开了，彼得就从监狱里面出来。彼得想了一想，
他去哪里？后来想到教会一定在为他祷告，所以他就去，在他们祷告的地方他去敲门。后来使女出来了，看见了彼得，然后他们就告诉说彼得出来了，他们却说胡说。我们看着，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，他们一群人在那里迫切祷告，神啊，求你救彼得，求来让彼得能够出来。但是当彼得出来，神已经垂听祷告，他们还在那里祷告，但是他们不相信神会让彼得从监狱里面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相信，当我们祷告，但愿神的国能够降临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相信神在天上掌权，神也在地上掌权，阿们。神也在我们的教会掌权，神在我们的城市掌权，神在我们的国家掌权，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。那个坛上的火，盛满那个香的坛上的火会倒在地上，随后有雷锋，有大声，有闪电，有地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的里面，常当众圣徒神的儿女真正一起同心的祷告，一起献上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他是垂听祷告的，就带来极大的一个影响。我们看见是当他们同心合意在那里耶路撒冷祷告，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就改变了，阿们。当我们看见他们在安提阿，他们众圣徒一起在那里祷告，整个爱田安提阿就改变了。他们在以弗所，他们在那同心合意众圣徒的祷告，以弗所就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，我们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看见神要做奇妙的工作。我们听到的见证，当以色列他们复国，但是仇敌一再的要在那里毁灭这个国家，但是甚至那个国啊，以色列刚刚建国还没有军队，但是我们听到叶光明牧师那时候刚好就在那个几个啊，他们阿拉伯的国家军队打来的地方，那耶路撒冷附近，他在那里，他们在那里几个人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，我们看见神就赐下极大的神迹，雷锋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，我们看见整个那些阿拉伯国家的那些军人完全就被打败了。我们也听到见证，在斯大林他当时的计划不是像希特勒杀死600万犹太人，他是要整个杀死所有的犹太人。但是他的计划，当后来他们一些啊，叶光明牧师他们一起，他们听到这件事，他们一起祷告，他们圣徒同心合意一起祷告，忽然发生，斯大林他听到一个音乐会里面，他在里面忽然听到一个很大，外面听到很大的声音，后来他们不敢进去，后来他们进去发现斯大林死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想再一次求你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同心合意横切的祷告，众圣徒起来祷告，我们在台湾的众圣徒起来祷告，我们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在过去我们这几年经历，当我们祷告，合一的祷告，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我们看见台风，十几个台风都转向，我们看见神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疫情在这个疫情中间看见神做奇妙的工作。所以神的儿女，让我们起来同声合意，同心合意，一起祷告，看见神做奇妙的工作。我们一起啊来祷告，我祷告一句，你们跟着我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来到你面前，亲爱的天父，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让我们众圣徒的祷告，
主啊，你让我们众圣徒的祷告有纯度，有纯度，让我们众圣徒的祷告有高度，让我们众圣徒的祷告有高度，让我们众圣徒的祷告也有热度，让我们众圣徒的祷告也有热度，可以一同升到神的面前，可以一同升到神的面前。但是主，我们相信，但是主，我们相信，一同升到天上的祷告，一同升到天上的祷告，这样的火会倒在地上。这样的火会倒在地上，就有雷锋大声闪电地震，就有雷锋大声闪电地震。主啊，相信这个祷告，主啊，相信这个祷告，能够在地上，能够在地上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教会，在教会，在我们的城市，在我们的城市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列国产生极大的影响，在列国产生极大的影响。主啊，正像摩西亚伦户尔，主啊，正像摩西亚伦户尔，在山上祷告，在山上祷告，就带着极大的力度，就带着极大的力度，使耶稣要在山下打胜仗，使耶稣要在山下打胜仗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马可楼他们都同心合意，当马可楼他们都同心合意，横切的祷告的时候，横切的祷告的时候，那个祷告的火，那个祷告的火，就是圣灵从天降下来，就是圣灵从天降下来。我们要看见教会极大的得胜，我们要看见教会极大的得胜。主耶稣仰望你，主耶稣仰望你，求你来恩待，求你来恩待，特别当教会，特别当教会，推动这个二四七的祷告，推动这个二四七的祷告。主啊，那个复兴小祷告小组的祷告，主啊，那个复兴祷告小组的祷告，能够带来极大的力度跟影响，能够带来极大的力度和影响。主仰望你，主仰望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，阿门。我们再次求主来施恩，让我们众圣徒，我们的祷告有威力的祷告，从家庭开始，家庭祭坛，每一个家庭有家庭的祭坛，我们同声开口，一起来祷告。主来到你面前，谢谢主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祝我们赞美你。主，今天你让我们知道众圣徒的祷告是何等大有能力的，是一同升到天上的，而我们知道这个能力会从家庭聚集的祷告祭坛开始。因此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只是看重在教会的祷告或是为国度的祷告而已，而是更加的看重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家中设立这个祷告祭坛。主，帮助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有高度有纯度，更是有极大的热度。我们再来祷告，求主来赐福五重知识的侍奉。当我们看到那个艾敏跟这个格里汉两个人握手一祷告，带来了六十年，那一个祷告带来六十年极大的影响。所以我们来祝福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谈到五重知识，但愿五重知识不是分开侍奉，而是能够联手同心的祷告，发挥更大的威力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主来到你面前仰望你，说我们求你，求你为我们在团队的当中，不是分开祷告，是联手同心的祷告，是使我们发挥更大的威力。同心合一的祷告，主说联手能够带来极大的影响，联手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来承担，主你来工作，相信你做还要再做，耶稣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主，我们特别要将众教会的五重执事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说他们要按照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他们要举手，要握手，要联手，要携手，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也渴望看见祷告更大的力量可以发生出来。神，他也看见主透过祷告，透过五重执事的合一，主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看见改变，看见更新，甚至看见得胜。主，我们赞美你。阿们。最后我们再来
为整个华人大华人各地的众教会众圣徒祷告，但愿我们的祷告能够直达天庭，震动各地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主耶稣来到你面前，再次号召为中国号召大牧，号召求你来，再一次兴起众圣徒的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在华夏各地，号召在香港，在澳门，在海外的华人，主啊，在台湾各个城市，主啊，兴起号召众圣徒合一的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赞。主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祷告，但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祷告的民族，大华人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。主啊，赞美你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的心何等渴望你恢复属于你的时代，愿你国度完全彰显在这里，就如同在天上。我深渴望你恢复着属于时代，愿你国度完全彰显在这里，就如同在天上。我深渴望你恢复着属于你的时代，yeah。